利亚大学学习的四周当中，我们对普通法系有了基础的了解，并且学习了合同法、公司法，包括非常热门的移民法和土地规划法和财产法，这对我们未来在中国的业务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在律所实习的一段时间，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与世界顶级的律所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当然通过这次的学习，我们也有信心能够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进行一个改善。培训的老师资也非常强，他们有来自一线的教授，也有法院的法官，更有很多战斗在一线的律师。通过这次培训，我们不仅建立了这种友谊，我们更建立了专业的联系。我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参加这一次活动，也非常的幸运加入这么一个大家庭，那了解我们的维大，了解我们的墨尔本，了解我们的澳大利亚。